缩小一百倍后，从楼梯上跳下去会摔死吗？缩小一百倍后，从拉杆上跳下去会摔死吗？缩小一百倍后，从船上跳下去会摔死吗？缩小一百倍后，从酿造台上跳下去会摔死吗？缩小一百倍后，从花盆上跳下去会摔死吗？那么本期的 MC 实验就到这里啦！如果你还有更有趣的想法，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。我是不灵不灵灵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